家啊产业重要的一环啊。那宜兰施工所将从原市场所创在社区的顶楼啊加装太阳能板啊，一来能够让台电啊有电的输入，二来啊社区啊有这个另外的一个收入，让社区的活动呢一年所有的团体啊都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一笔经费来去做健康的一个活动。那另外太阳能板设置之后呢，哈啊，它三楼二楼的温度会降低下来，到夏天的时候它的冷气也会节电，这是很好的措施。那顶楼如果有漏水的话，通过太阳能板啊，它也能够啊把这个降水的啊损害状况啊把它降低啊，啊这个都有很多的好处啊。更重要的是，在太阳能板底下有空间可以应用啊这个教学的方式，透过太阳能板啊来啊让所有的社区在这边做观摩啊，啊把这样的绿能产业啊来让大家知道啊，如果有适合的地方啊，大家能够多多配合国家的政策啊，绿能产业是我们永续的经营。